这些金银草是谁给的？你告诉我。我不知道。不确吗？盟主说了，不留无用之人。是你一直在背后谋划，利用陆婉陷害彭城王和沈家。总有一天，你会认清事实，看清身边人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何杀我？半个时辰之内不服解药，殿下必死无疑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天娱乐台《锦绣南歌》。